啦，記住一樣嘢，防守者喺你邊度？前面。係，你唔係向前嘅，向前壓過嚟呢一度過去嘅，明唔明白？所以你記住拍、插、插、插，壓過呢邊。我哋唔係向前嘅。你記住胯下運球是動作嚟嘅，你不是練習企喺度嘅胯下，所以你要喐。我建議你咁練嘅 ，cha cha。點解咩叫 cha cha 咧？嗱，假設我呢條橫線上邊個波打橫嘅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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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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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避開個波。明唔明？練習好你胯下嘅感覺。記住，我哋就係壓壓過。明唔明白？連續兩次你就可以壓過佢，你練熟咗 ，master 咗呢個胯下，你就可以壓壓拉拗唔入添，明唔明白？啱啱講嗰幾樣嘢睇住，第一唔係用手力，腳力壓，所以你就係。壓壓過佢，清楚？我哋就係要咁樣壓嚟，我哋試下 ，CM 試唔試？防守嚟睇啊！唔使防守，做咗先啦，防乜鬼嘢？唔使防。升起，興起，係啦 ，ready， 壓，再嚟。誒嗱，呢個就係你個身體協調力低咯，練熟佢。係。CM 都一齊啊！呢個應該做到嘅，係啊，壓壓壓壓，好啦，你試下做翻啱啱 chacha 嗰個動作俾我睇下，大力壓壓，再嚟壓壓壓，嗱，烏緊向前啦，睇唔睇到？係啦，啊 ，CM 做得熟過你好多啦。同樣啊 ，CM 又係啦，就算啊，睇住，其實 chacha 唔係用手噶，唔壓，有壓落去嘅力量嘅，個人直嘅，壓壓壓壓，你明白？再嚟啊，大力少少啊，係啦，誒，升起個人，升直個人，嗱係咪？嗱就係呢一下啦，做唔到咧。就是會令你的胯下永遠都向前的，你升值不到做胯下，即是證明就是你基本上是這樣，你的胯下就一定要向前。我們重點的胯下是向後，然後用手力向後，核心起動向前，明白嗎？所以你要一定要拉得後你的人。再嚟個壓壓升後，係啦，昂起昂起，係啦 ，good good good， 好啦，我當你練熟咗呢、這個 ，OK， 好啦，下一個咯喎。當你練熟咗呢、這個升直嘅身胯下，壓壓嗱，人唔好烏向前啊，壓壓起動上攬，明唔明白？記住，我哋係最後起動嗰下咧。手力，手力，手力，核心力，上籃。
明唔明白？你一定要壓落去，然後壓住個膊頭過嘅。嚟試一次，手力手力核心力，手力手力手力壓，係 good。嗱，你先 feel 到你有變速噶嘛？啱啱你係發唔到力，唔係變速，呢個先真正變速。先試下，呢個發力唔到，係啊，腰有事，男人腰有事唔得噶喎。Go， 壓壓 ，good good ball。好啦，記住一樣嘢，防守者喺你邊度？係你唔係向前嘅，向前壓過嚟呢一度過去嘅。明唔明白？所以你記住拍、插、插、插，壓過呢邊。我哋唔係向前嘅。記住呢樣嘢，插插插，一壓你就起動噶啦。再試下嚟，拉正，壓壓 ，good， 係 good ball。再多球放籃放高少少，如果唔係好似我啱啱係咁炒啊。再多球，準備壓壓壓壓 ，good， 誒、哎、再嚟個再嚟個，唔緊要再嚟，係啦，壓壓壓壓 ，go good ball， 係啦。嗱，未係好熟嘅，點解呢？睇住練所一樣嘢喺運球入面，永遠我哋都係雙手用力卸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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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卸力起動。明白，卸力起动 ，OK， 卸完力压，卸力起动。记住，当我哋用核心力压嘅时候咧，唔好加手力，加手力会甩手嘅。明白？压压起动 ，OK。明唔明白？再试下。壓，誒停，記住嗱，呢下咧就已經污咗樣錢。升起，腳喺前壓，壓，腳喺前先，腳喺前，腳喺後，人就喺中間。如果你見到隻人喺前，腳喺下，你就中間前，係啦，係啦，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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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壓卸力先，壓卸力有呢個動作嘅，再嚟一球，壓壓壓壓 ，good try， good ball。好啦，多謝曬阿 Matthew 同阿 CM 拍一輯新嘅教學片啊 ，Matthew 嘅射波我相信漫漫長路，唔緊要，阿豪射咗三年。唔緊要，係咪？阿豪都好閪嘢練習，嗱，阿 Matthew 就係啦，今日學到嘅嘢咧，翻去練下。尤其臨尾胯下運球，我哋用得熟咧，其實幾無敵嘅，你反應唔切嘅。一壓嘅時候，第一佢冇得偷，保護曬；第二一定壓你個身位；第三突然。所以你見阿 Trayan 啊、Damon Lillard 用呢招用好熟嘅，明唔明？但係一定要就係手力、手力、手力，核心彈出去。好。今日完。